单，好 ，debug， 好，也交给你哦。好，好 ，OK， Zero Archive 今天有我们小松断断续续有聊天室里面大概有六七个人，就是断断续续进进出出，感谢大家今天的参与。然后今天有一位辣食社群来的哈爸，他非常的认真看了我们很多文件，然后给我们很多建议，感谢感谢。这个专案好像就是蛮难上手的，所以我们之后几个本来就在教官的人会再想想看要怎么样让这个专案更让大家更容易上手一点。哎，对对对，没错，好吧，嗨，你在报告咯。那个今天 project 的部分的话，因为我本来就有在跳坑，所以我今天整理一下我们的 Google Drive， 把它整理的更好理解一点。那我们同时也就是整理了一下我们的公开资料的 Google Drive 的放置的地方。然后今天因为想要做跟武汉肺炎有关的资料分析，所以我们就文艺就我们其中一个跳坑的人贡献者文艺就把我们完整的资料集就是大概filter 了一下，然后把武汉肺炎相关的那个字词放进去，然后把里面东西捞一捞出来这样子，然后又把资料集丢到 Google 上面，是这个 coronavirus 这个 JSON9 file，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就是到我们的 Hack and Debug 左边有个公开资料集的那个文字，你们去找到这个连结，然后可以下载下来自己玩玩资料这样子。那如果玩出什么资料有趣的话，或是甚至做了厉害的资讯视觉化的图表，欢迎到 Disinfo 这个频道来跟大家分享。然后再来就是他爸他自己有之前碰过政府的公开资料，然后他很大方的帮 share 就是他之前的一些学习笔记给我们看。然后今天我们其中一个贡献者 PM 也分享了一个很厉害的工具叫 JQ， 然后听说非常厉害，不过我自己还没有用过。好，那今天的成果大概就是这样子。